28号早上8:40。搭不得。好了，现在是8:40。你好。好冷啊。队长，四合院。前面是我们要去的。哇，看，今天的雪可真多啊。看看，过独木桥。是。啊，大雪把路都覆盖了，看不清，只好一边走一边找路。队长还在后面呢。队长为了给我们拍一下过桥照。谢谢你。你好。谢谢。10:04，我们走了一半的路程了，爬高还有500米左右。对。银装素裹的林海雪原。浅了，很快就去视线了。这个陡门的，这个坡门陡的，走了4公里了，还有3公里，爬高400米左右。肯定没错，只是这个雪景很美。好，对。我们要出宿线了，还有几分钟。So beautiful, really. Look at the snow sailing. John, go ahead. 他去那里工作还是？他喜欢印度尼西亚。我们是叫什么？叫他喜欢那边。喜欢，他们是超远的。是这样，挺好的。他的好处啊，他不想念自己的。对，你培养的好啊，孩子。孩子那么有爱心。哇，这个太美了，4.5公里了，快去实现了，总共是7公里啊，还有2.5公里。哇，越往上就越美啊。哇，看这个，有点我们已经比那哈伊力气高了。四合院因为在左边啊，能往左边能走吗？他已经到这里了，没办法了。雪很厚，没事，这个也不是。11:15，我们出了第一个坡的竖线了，前面是我们要去的顶。现在是11:15，估计要1点钟以后才能登顶了，因为后面的雪更多。
个是实实在在的林海雪原冰雪仙境，粉妆玉琢的世界。现在走完这个脊就到真顶了，队长现在往前走了。肯定就有这儿多。